我们就会开始讲到接受医学。那有些人会觉得说，都是外资去买，那内需会不会有？所以像有一些科技新贵，当地的科技新贵，就是当地的华商报纸，就是他们的当地的一些比较年轻的，或者说一些什么，他们会开始讨论说要投资到这些，还是自己要去租？像我们认识一个大地主，他家里面很大很大，而且他就把它租给幼稚园，让他们自己两个夫妻七八十岁自己去住的时候。因为他们开始有这个意识，说哦，有管理，然后好打扫，好清理这样子。其实只要去过柬埔寨，你就会发现很有钱的相当多。而且它的物价其实跟台北差不多。台湾大创，我们之前的所有的站台，那边要1.5块，大概5-6十块，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还有交易，基本上就消费法跟柬埔寨不交易。都是美金的。有一个地图，它上面都是红色的东大道、什么什么大道，就是说谁进驻它，谁支援它，那一个大道。大陆桥、日本桥，然后是我们建造也可以知道，就是我们都是 MIT， 知道吗？你没在听我在讲。设计建造都是。不要搞什么。我们都是从台湾的风光。对对，我要那个。对对对。有挖地基，有建地下室。对他们那边都是，他们那边有台地震，所以他们可以用地基啊。未来你会发生什么？你们正常都是都没有地下室，然后像那个古建筑，我们都是用台湾人的房子。人家有认真。像他们当地的那个国土部，他就是拍摄的，包括他们的柬埔寨对外的拍摄，他们多少人都是可以拍摄，可见我们的品质有得到认可。对，台湾建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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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大的台北市，因为外国，如果你像这样的建地下室的话，有时候觉得是很好，很容易是我们的地下室记者会。对，但是我们最后有把我们上盖高的，就是说他要把它往上面上。然后在夜晚，现在我们对今天的大家来讲。这都是我们的物管，这都是有的，这边都是生意条龙。那人口数，其实它现在都是一些报章媒体的报道。那这个旺旺这个报道，就是你光看这个是，这不是花钱的报道，就是你看它比较，就是东南亚，金边是最大，它的投报率是10%，然后它的房贷也是10%，所以我们很多这些客人是用现金，要不然就是你用台湾的房子借贷去买。然后有些客人比较有闲钱，他就比如说先丢到路上一趟，然后分四分八的利息，然后他就慢慢分出来。然后其实他大概一个月就2%多了。对，一年4%。然后他们这边是，对啊，定存吗？对啊，定存。他也是少数，你不能两个两个。嗯。那么贵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觉得说那。而且买那种海外其实就是要在外面对啊，所以我都是有时候很多现金嘛，那本来就，我们现在东西，我刚才讲快点。